九根儿，还能一把。可厚了，就是底下就是悬崖峭壁，太陡了，不好踩，能踩对算就行。我看看别下，别下了，一会儿就得下去。上来，薅三个树根儿。这时候采的是最好的时候了，全都带这种孢子粉。有的朋友不知道，说以为这个是小虫子呢，其实不是，它的孢子粉嘎嘎成。看这一把真好，回家这个根儿咱再给它揪掉就行了。歇会儿，慢点啊妈。哎，上面那顶也有，密密麻麻的，真多呀！这顶上一层，采点茶太不容易了，爬这个大山顶上来了，站得高望得远呢。哎呀，看一目了然呐，瞅得多清楚，都瞅到这个树尖儿了。就那个山看到了吗？手指那个。就是我们家的后山，就经常我们去的那个山。你看我们走出多远，走这么远，就这个山就是。完，再往前点就是我们那个屯子。踩东西，你踩多些了？我没踩多些。你看我的啊，别演戏啊，别跟我抢，看看啊，你看看，哎，好不好？行行，小叔。行，是哪个？全粉。你知道这时候踩的老成了，你看，回家的时候，妈别掉，好好踩。回家的时候得把这个杆儿，这个给它揪掉，它就完事了。完一晒，看。真好，这小筐，这筐买小了，再买大点好了，是不是还能多装点儿？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要下山了，离家还有一步了，走吧，咱俩，是吧？别傻了，那我拜拜了，你奶，拜拜了，再见了。